仔细看，这是一户监控镜头记录的画面。像往常一样，主人家大叔来到院子里清理狗狗的粪便，旁边的三只狗狗在悠闲地打闹玩耍。突然，意外发生了，大叔突发心梗，脑袋一沉，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，不能动弹。而旁边的三只狗狗还没意识到这一幕，正准备跑远去玩耍。倒在地上的大叔嘴里试图发出求救信号，然而院子里除了这三只狗狗再也没其他人。过了一会，其中一只狗狗跑回到大叔身边，他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开始用嘴巴用力拱向主人，试图想让主人站起来。而此时的大叔早已不省人事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其他两只狗狗也跟着跑回来，他们一起围绕在主人身边努力唤醒他。神奇的是，狗狗们居然能分辨出主人不是在跟他们玩闹，而是像商量好一样分工合作去抢救主人。其中一只狗狗继续照顾失去意识的大叔，另外两只狗狗则跑回屋内搬救兵找小主人。而此时楼上大叔的女儿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蒙在鼓里，狗狗一直朝着他吠叫，神情十分着急。而女儿则以为是狗狗要和自己玩，还一脸不耐烦赶走他们。哎，自己玩的，自己玩的干什么？看到小主人没反应，狗狗咬住他的衣服往外拽。爸，他们一直拽我，你管管他们呀。爸，女儿连叫了几声都没回应，她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路跟着狗狗下楼。狗狗心急如焚地直奔楼下，下楼梯时还打滑，差点摔了一跤，然而也顾不上。看到大叔晕倒在地，女儿吓傻了。爸！她赶紧扔掉手机奔向父亲，狗狗连忙咬住手机递给小主人打120。所幸的是，由于送医及时，大叔并无大碍。奶，放心吧，大夫说送来就走，没啥事了。大叔说他的脑梗是老毛病了，这次多亏了三只狗狗才捡回一条命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，隔着屏幕也感受到这种感动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大家长按点赞几秒或关注转发，有什么想法大家评论区留言哦，期待下期再见。